的足球场，然后在这里我们将录制第三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的预热小综艺，叫做《偶像的挑战铿锵玫瑰》。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从那边开始。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林依宁。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张佳宇。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汪树。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郝婉晴。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酷酷的微优小玉卓。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沈梦瑶，沈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金明。不知道大家之前都有没有过踢足球的经历呢？被球踢过。我觉得一般都是看球的，可能相对来说多一点。看球。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我是本场的裁判郝婉晴。教练，教练好。队员们好啊。大家好，我是教练 Kimi 啊。谢谢谢谢。下面我们会进行一个颠球的。去吧，加油！可以的。好，好，哇，加油！哇，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你是我们国足的希望呀，给你好运气。加油，加油，加油！已经三个。对啊，赢了。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定点射门的一个练习啊，我们有请了两个可爱的小猪做我们的一个定点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目标啊，我们会看到了两个小猪后面会有两名小球童啊，不要射人啊，射猪好吧？刚刚很多队员都说为什么要射人啊，太残忍，其实没有了啊。好，准备。好紧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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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孩子，你离远点，我怕我踢到你。孩子，哎呀，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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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你们想一想，我刚刚告诉你们的技巧，你的技巧，技巧。要用脑神经，要用脑神经。刚刚纪念教练用脑神经，准备。第二位队员，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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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射门，大力射门，大力射门！可以可以，谢谢，谢谢。好害怕呀！啊，差一点，差一点。来，第二轮啊，第二轮，第一名队员上场。加油，加油！一二三，轻一点，我觉得我眼瓢，踢不到猪，但也不要踢到人了。啊，可以，踢到了。很温柔啊，一比零，很温柔。快用脚尖，不要。这么尖怎么办？林颖，林颖，要球！
排队第二名队员，大力射门绝技现在可以用出来。什么大力射门？我一样，我很淑女。口罩啊，对，对齐一下。先把球放好，对，放成直线。喂，快点！蓝队第二名队员出场，有没有信心？没有，没有信心。没有，没有，没有。好，非常好。一二三。的确很没信，有没有信心？有。击下掌。加油哦！加油！一二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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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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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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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哇！非常棒，非常棒啊！好，一比一，暂时啊，暂时比分一比一。这边加油！加油！没关系，没关系啊，最后一轮，现在没戏了，我们就这样。耶耶，加油！你有没有看过网恐啊？你看到足球小将的大空翼，那叫大空翼。请帮我 P 一下 CG 特效，谢谢。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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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太棒了！啊，是大空翼踢的吗？我看好，我看好，你别看好我。看好你，看好。加油加油加油！特效就那种乌云密布这样，上了！哇！不算不算，算算算，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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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吗？得分得分得分。现在一轮定胜负啊！握下手，握下手，握下手，握下手。记住，记住，饶饶我！记住，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友谊第二，第二。比赛永远是第一。好，先从白队这边开始，老规矩啊，听我口哨，一二三，一二三，耶！我终于能结束了，没有关系，谢谢谢谢，都客气，烧烤。好，这边蓝队，好，把握好机会啊。都说了友谊第二，友谊第二。一二三，我会为了他辛苦。然后各方派出一名成员来剪刀石头布，谁赢了谁先发球。比赛即将开始，好，意大利开球。梅森草坪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脚射门，球进。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脚射门，球进了。意大利一比零领先。通过一脚长传，在后卫截断。意大利反应一球，漂亮的反越位，哦，不是，没有成功。球出了边线，双方仍在争抢。不如一夜春风来，意甲明星三后卫。刚刚打开电梯的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收看的正是意大利队对捷克队的比赛。球员将球回传给门将。这是惯性，他跑过来，我就接住了。进球分地，裁判判定进球无效。捷克队今天超水平发挥了150%啊，这个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千万不要误伤到裁判，裁判是无辜的。快速反击，球进了，徐阳一球。围了意大利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传统，一脚射门，球进了。在这
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白队两名队员，第一名队员上场。嗨，我真的要去守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出来！我跟你说，我守门，虽然我踢的不怎么样，但我守门。来，小金子，你也试一下。等我把球放完以后呢？他们像是能踢中的样子吗？啊！上一下刀。队员们，给他们加加油！好，我是不是得原地翻一个呀？你轻点踢。好，加油！哎呦！哎呦！守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已经到了。好了，我准备好了，你不要浪费。李宁，加油！第一轮蓝队啊，李宁，加油加油！加油！重来一遍，太假了。导演，能不能换一个大点的框？换个大点的框。重新踢一脚。不是，我真的踢不进去，这框太小了。导演，最后用 PS 把框子拉长。你往那边扑，往这边踢。说好了。好。行。预备。妈妈，过来呀！今天你站哪都一样，金明。啊，这个演得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我觉得这次进球主要要感谢对面的守门员，就是奥斯卡演今年奥斯卡女主角提名王金明，她的手球技术真是特别的漂亮，就是看着我的球过去以后做了一个假动作，真的非常好。我判断错误了，我以为你会踢。耶，我的假动作是不是非常的好？准备最后一球啊！
非常的热，但是我的内心是寒冷的。我对不起我的队员们，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 carry 全场的副队长。我们今天没有人好聊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一期节目《偶像的挑战之铿锵玫瑰》就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可以之后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一系列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口袋四三 APP 和各大视频网站播出哦，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的，没有错。那么我们将在7月30号举办我们的第三届 SH48 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那么到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等待着大家哟。耶！跟着我的步伐，我们一起来探班整个生活中心吧。这是笋干吗？好热！3、2、1，嘿！闻到苦味了，是的。我吃着樱桃不要疼。来，前辈吃水果。哇！虽然我也没有化妆，但是我抵不过美食的诱惑。除了表情以外，肌肉的掌控力吧，我觉得自己真的相比他们还欠缺的有太多。优美的舞姿，还有动听的音乐，一定能感动你们的。